不认识的我根本不会放到你。一样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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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认识的我
三百块，龙珠的是小可爱的嘴啦，做好吃，但是你餐厅足贵，一克啊七千，上少也给你二五，一克啊两，点嘛了？来三克啊七百块，七八百就来八四百，不然后变来三百块，全头是要龙珠，三百，三百块，龙珠的三百块都不管在差不多。 贵嘞！不，我记得，我打电话。卖照啊！来，明天给电话。来，鱼啊，是吧？鱼啊，我杀的。来，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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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姐放在锅盖上面就好。买一杯饮料就好。来啊，阿妈杯姐来。来啊，我来三杯羹搞你们水，我来。来，阿妈三杯。够满了，好喝。阿妈三杯。不要不搞了，不搞来，我要存几颗哦。阿妈三杯。再过几杯来。哇。注意点。来，那假贵班刀共完了呀，就。去哪了？好。看嘛，阿们不然把假贵班刀共完。麦克风能吧 ？Hello， 小姐，来，去哪了？共完，一百块。共完，一百块。来，查嘞。共完，我不能换蓝色嘞，因为共完喝价同人才，来，我再扣50块，让你们试吃，来，我再扣。伊里面两分的啦，我不能放五十的啦，人伊就是要买一百啦。来，五十来，五十，我计价啊。天哪，来，唔要吃过，开五十分。过完五十分，过完。对啊，五十啦。来，五十啦。我交几分？那个五。过完50块。过完50块，进来了。再过完多进来了，你看。过完都没了嘞。虾子嘛，好。箱子啊。哦，箱子。有有，后面一定会处理起来，但是他要把东西不能贴冰啊，哦，然后有箱子，我会给你们。九个吗？来，他弄。来，黑胡椒带苦猪排，我先画画，要来拼盘啊。我有黑啊。来，冷爆过来。黑胡椒带骨猪排200块，冷爆，来请求前面来，底摆啦，做好价底摆啦，来三条你来，四条你来，一份就好了，大哥，还是两份三份，一份就好，来五条你，黑胡椒带骨猪排，来六条你，来七条你，一个四针的，来八条你，来九条你，来规矩到十条，真正好价，来冷爆了。10片卖你200块，黑胡椒带骨猪排，来两片，三片，来四片，来五片，来六片，来七片，来八片，来九片，来十片，你来黑胡椒带骨猪排，很好，很好吃哦，很入味哦。我就跟你说吧，来一点，来三片，三片，不然你一定会忘。七片来，八片九片来十片，你来铁路，来黑胡椒带骨猪排。红烧牛腩是吧？好喝。来1000块谁的？七对，八对，八对，七对，对对，高对，来十对哦，你来。陈陈老师，五人五台，我来点啥嘛？小姐，小姐，七对。黑胡椒猪排啦。加个一个1000的。七对啦，八对啦，八对啦，七对啦，八对啦，高对啦，十对啦，十对娘啦。来一。来1000的。三四。七对，我来这边有两个。对，六对，七对，八对，九对，十对而已啦。黑胡椒带骨猪排，目前在桌面上，贩售的是黑胡椒带骨猪排。好，自己去 Google 就知道黑胡椒带骨猪排是什么东西了。非常的好吃，用煎的，用烤的。来，我给来六对。七点、八点、九点、十点，拢往里来上大风。最后一个人过来，黑胡椒带骨猪排。最后一位了。
维温，赶快安慰阿伟。来五块，来六块，第三号的来七块，来八块，来九块，来十块，最后一个人就来200块。有五嘛吼，好来，你们收来哦。我们弄五块钱，我就先收来哦。还有叫带骨猪排，谢谢大家。牛腩哦，雪哥要扛来，雪哥，对，雪哥要把它扛起来。咸鱼啊，咸鱼已经没有了，咸鱼。咸鱼哇哦，加牛腩300块，雪哥起来哈。哇。哦，牛腩五个人给了。两个。来300的。两包的红烧牛腩，今天要加六毛钱，会办。没问题，梁小姐。啊，我一份是发300，啊，你若要加买挂，你要跟我讲啊。来300的，挂你袂忘。还是你有那买500，所以你同学两包300啦，3包，为了300啦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把红烧牛腩这五百做掉掉，来300的，来你要爱啥？你今天不讲话，300给我，来300块给你，最后再结两个红烧牛腩300块，红烧牛腩没来呀？好，然后他们结束这个回合，干得好，先跟我发功，小姐500块。500了，来，你就切啊，直接切。来，500了，第三个了。三个了，搁一个人。快哦！这个500，最后一个。来，500，上来。来，500了，最后一个人。来，500块。来，最后一个了，小哥。来，最后一位500块的，我发弄我的。我也处理我的，来，小哥，我发弄我的。我来找，再帮我找小箱子啊。小哥没来啊？好，来，谢谢。蛋瓦，你喜欢蛋瓦，我搞哦，蒜泥鲑鱼发回来的有啊。来，啊，后边的都讲完来。香芋哈，香芋我发回来。两个人给两，他们两个爱吃香芋。来看一下哦，大只哦，哦，不是小只哦，宝贝哦，几位好，80块啊，这几天来买你需要，别需要会员，别吃我发的，我很麻烦事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个客人吃，现在买一客人买500，需要我400，辣椒大只哦。来300块，来香芋300块，只有四个客人，香芋大四的香芋三包没来哦，好来谢谢。那等下出来再见，再见。好了，来黑下来黑下来，开始有单子不？买卖3包卖我发起来就200块，200块，台北黑下来，喜到北到。你看，身高对黄老板，扛。来，500的，来个酒500的，来谢谢，来安尼五个人就要吃虾啊，尔啦吼，来五位来。好，几百块来。来，各位观众注意，来，人家叫我拼盘，你跟作古啊，来几千枚。唔惊我欠蛋钱啊，会惊我你家爸看，啊唔过人看会着，买袂着歹势啊，我嘛无法度。来先招一个人过来，1000块，1000块，我买袂高的人过来，9位客人而已，来1000块，赶快拿钱。这单我做久啊，这盘单我做久啊，我是专处理好人嘛，不太抢。我上面没有，我在抢。我在抢。这要上机呢，来1000块来。我刚完学会，大哥，拍摄。学会来，因为阿爸多一个小姐在做工课呢，所以吼，我都换会起来吼。阿你体谅一下，好来，进来来。我在抢，别担心。最香的下面最，对，没选对。来1000块贵的，没，没人跟你抢哦。没错。
一千块没人饮食哦，来，这上面几碗牛肉啊，武功的酱怎么样？非常好，没有了，一千块，好吃吗？金价好起来，来两碗，来一千块，一千块，搁一包火腿，来一千块，安尼一千块来要吃七碗嘛？有人要变钱的，还是送叫我花的啦？啊人呢？再来呐！一千啊！来，这只价格，你这一千块，一千多，提起钱都给送我来了，一千多，一千块，一来你无给钱我呢，是吧？啊，无一千块好算少，一定要用一堆啊，啊无叫你喝千个钟啊！我不讲你啊，你家己想听的呢，遐遐坐拢叫坐啊。来啦，我要送你一颗龙珠啊！这不要多，这千块我会当送你一颗，一千块。来，我收八个人的哦，来一千块，送两颗啊！你等于差半万啊，做减数，来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两个买尔啊。对，人要吃这半路来一千块，对两个个当我分享一下。大哥，我你个搬厝啊？啊，这坐车。大你带来哦，哦哟，感谢你啊！一千块带来两个在吃，都给送好了。不好嘛，有混干的，来上去包，你等你吃，这没错啊。咖啡打开凉拌就够吃了，加热更好吃。来一千块，真的只有两位哦，谢谢你们。一桌会不会啊？比赛上，有没有啊？有啊，带你来。我哩孙上路要做提醒你，对啊对啊，进来进来啦，进来，干脆把我接了。麻油，富贵猪心，来，一千个，哦，这就一半，你吃不了啊。来一千块啊，安尼给我上上。今年啦，今年咱规规开一开一千块啦。等于你免煮饭啦。免煮饭啊啦，来一千块啦！我要准备起来买啦，来一千块，一千块来，钱我钱我，卖差卖差，准备。来一千块弄我啊！来，来，来啊！来一千块。我实在吼，绞尽脑汁都有点怀疑，一千块。有机哦，客哦，来有机拿客来来，哎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耶稣爱我啊，耶稣爱我！没有嘞，我们了，拒绝在卖了，但瑞工啊，你行哪位啦？少年嘞，要动就爱冲底一个，要马紧马紧，啊，听恁这人哦，因为一百块啊，三条来收件收收就无代志啊哈，来一千块，我在大杯后面哦，一定要两百多块，有机的。大只的，不是小只的哦。来一千的，啊，真正三个只，来个三。哦，三个好来，只能够上两包富贵大肠，这个也不用煮了，哦，你直接做凉拌，不分配买东西噻。来一千的，一千块，各位。旋转跳跃，来给你们看，一千块去对面吃。三个，我三个都吃了啊，一千块拢有啊，我你看上面无够贵的咯。你歹吃啦，我唔是歹送你，我是讲真嘞，无吃贵。上边讲。要加一包，我要130块，来一千块来。安尼七个人就买着尔，不甲八个人，来一千块来。总共只有七位客人，各位 everybody， 一千块，要不要再来一盘？就过了，一盘就过了，啊，通知完了，用完了，来一千块，阿妹妹也出，阿你无多，我送袂了呢，头半支哦，啊对，这边送着，我送的这个比较好吃。好半
三千，哎，这只吃两百分公的，来一千分。是啊，我今天用烤箱用微波加热就很好吃的，来一千公。嗨。Q 处理啊，大哥谢谢你。来个老铁，一包烧烤二节式的话，来一家。五峰烧烤二节式外购哦。今来店面嘅一半以上拢是送你食嘅哦，唔是卖你嘅哦，一千块是点无一半哦，食好食爱记得来搞到功德哦。这个还没有试过啊，这是烧烤二节式，大家都说很棒。